请掀开经本第十一面第一行，第十一面第一行，其名曰普贤菩萨摩诃萨，普德最深灯光照菩萨摩诃萨，普光狮子闯菩萨摩诃萨，普宝焰妙光菩萨摩诃萨，普印功德海闯菩萨摩诃萨，普智光照如来境菩萨摩诃萨，普宝吉花闯菩萨摩诃萨，普觉月一身菩萨摩诃萨，普清净无尽佛光菩萨摩诃萨，普光明相菩萨摩诃萨。到这里是一小段，这个世尊菩萨是同名，这个释普。我们先看这一段。前一次跟诸位提到诸佛菩萨的名号都是随缘建立的，佛菩萨没有名号，不但没有名号，连身相都没有，他的身相也是随缘变现的，正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应以什么样的名号能利益众生，他就建立什么样的名号。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那个名号是随便建立的，不是有个什么一定这个意义想怎么样建立，不是的，都是随着众生。这个名号里面就是度众生的一种方法，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譬如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何尝有相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，这个世间的人呢，妄想分别执着很重，总认为一个人呢要能有32相80种好这个人叫大贵人那世间人嘛，有这么个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佛就示现32相80种好，满世间人的愿望世间人一见到这个，这真的是大贵人出现了稀有难逢所以这个相是这么建立的。名号也是如此，名号必然是就正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众生这个最严重的业习病根。那么佛看到这个世间的众生习气很重烦恼很多，这是六道轮回恶道根本的原因。佛要用名号的方法来对治，所以就观察了所有烦恼习气里面
第一个是对人没有慈悲心，都犯了自私自利的过失。世间人讲自私自利，这是迷惑颠倒啊！自私决定得不到自利啊，正如同是损人决定不可能利己。那怎样才能得到自利呢？利他才能得到自利。这是一定的道理，真实的道理，这个世间人知道很少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，这个阎浮提众生，娑婆世界的六道凡夫，迷惑颠倒。佛讲的是事实。确实是如此。因为没有慈悲心，所以佛的名号上就要用释迦。释迦是梵语，古印度话，它的意思就是能够仁慈，对待人能仁慈，所以翻作能仁。你看这名号意思多好啊！我们一念释迦牟尼佛，念到释迦就要想到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要仁慈啊。仁慈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要真正存心关怀别人啊，爱护大众，全心全力协助一切众生，这个就是释迦的意思。我们念这个名号就没有白念了。摩尼这两个字是极灭的意思，佛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心很不清净，所以名号里的用摩尼。那么摩尼的意思就是清净心，对自己心要清净，对别人要仁慈，名号是这么个意思。这名号治病的，我们念南无本师，南无是皈依礼敬，本师是我们根本的老师。这根本的老师是什么呢？是仁慈，是清净。说老实话，释迦牟尼佛也并不是希望你天天念着他了，念着他，他听得耳朵都发痒啊，那还能受得了吗？你要懂这个意思啊，天天念仁慈，天天念清净，一定要把自己仁慈的心念出来，把自己清净心念出来，这叫真正念佛啊！这我们懂得这个意思。由此可知，佛菩萨建立的名号，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功德在哪里？把自己真心本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给念出来了。能人寂寞是我们自性里面的性德，不是外面来的。我们现在忘掉了，忘失了。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常常忆念，忆佛念佛。这个佛是自性佛，不是外面的佛。大家修净土常常听到自性弥陀，
唯心净土。那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不是自信释迦呢？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念观音菩萨自信观音啊。我们这样的念佛就没有白念，这样念佛真正得利了。所以诸佛菩萨名号千差万别，都是以智慧，以他的行德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，完全是对治凡夫的烦恼习气愚痴。名号从这里建立，所以清凉讲的这名号叫随意别标啊，就是随便建立的。但是它有原则，不是我们凡夫这个随便，它是方便建立。正是所谓善巧方便到了极处啊。经上说，学生坚固的菩提心一定是从老师那个地方学得来的，老师是学生的正上缘，学生迷的时候没悟啊，老师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他开悟，教导他修学，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劝他发菩提心，要告诉他什么叫做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修学大乘的根本，我们在前面如来果地上的十种身，第一种菩提身，菩提身从哪里来的？从菩提心来的。你如果真正发了菩提心，这个身呢，就是菩提身了。境随心转，相随心转，这个身，那怎么不是菩提身呢？佛的身是菩提身，我们这个身呢也能转成菩提身。一定要得老师详细的开导，细心指导我们修行。修行实在讲就是生活，把我们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错误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凡夫的生活哪有没有过失的？一定有的吧。五十界以来的烦恼习气太深了，不知不觉了，在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，它就起现行，现行它就起作用啊，烦恼习气起作用啊，起这个作用很可怕啊，这个作用叫造轮回业啊。诸位要晓得，烦恼习气是轮回心，起作用的时候造轮回业，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？
轮回业里面必然是恶业多善业少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变现出来的果报我们在三途的时间就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了。这佛在经上讲啊，六道众生是以三恶道为故乡，是你的家乡，你在家乡住的时间长啊，你现在到人天两道来啊，是观光旅游啊，时间很短啊。佛这个比喻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，句句话都是讲的事实真相。我们不能没有警惕，高度的警觉心就是菩提心。菩提这两个字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，觉悟的意思。真正觉悟了，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六道轮回的真相明白了，十法界的真相也明白了，诸佛菩萨所住的一真法界也清楚了，这叫觉悟。觉悟之后你才能会发愿呢，这个希求的愿啊，求脱离六道，求脱离十法界，求生净土，愿就自然生了。那么这就是菩提大愿，菩提大愿是从菩提心生的，有愿一定有行，这个行就是你的生活啊，你处事待人觉这个戒悟，你的思想行为觉悟人的行为，觉者的行为啊。觉者是佛菩萨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觉悟之后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，不是过凡夫生活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。稀有的转变，不可思议的转变，转凡夫成佛菩萨。所以你说成菩萨成佛在哪里成的？就在你现实生活当中成的，就在你日常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做菩萨做佛了。佛在华严经上这样教给我们的，我们起心动念完全与大方广相应，完全与戒定慧相应，使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工作跟本经所说的大方广融成一片了，那这就叫起如了。入这个境界呢，就过佛华严的生活了。你在现前生活里面得大自在，
在现前生活里面开大智慧，教我们的这个人就是普贤菩萨。所以菩萨众里面普贤菩萨的名列在第一位啊。华严会上普贤是长子，文殊是庶男啊。普贤名字怎么样建立的？那么经上又说，如果是诱导一切有情众生，去向菩提，向这条路上走啊，而以四摄法来帮助这些众生，四摄，四种摄受众生的方法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用这种善巧方便呢，他就可以称为金刚王菩萨。你给他名号是随着变的。一个人可以建立几百个名号、几千个名号、几万个名号，常常用的。对哪一类的人，用哪一类的方法教化，菩萨名号就随着变了。如果是以大悲心，这个大悲，坚定的大悲，永远不会退心的这个大悲心呢，那么这个菩萨就可以称为金刚爱菩萨。如果视线随时随处修一些小善，见到别人修一些小善，菩萨就赞叹了，那他就能称为金刚善哉菩萨。如果他发心修布施，布施的心非常广，布施的行跟他的心相应，清净布施、平等布施，菩萨就立一个名号叫金刚宝菩萨，也可以称之为虚空藏菩萨。诸位在经上念到虚空藏菩萨，虚空藏菩萨另外一个名字叫金刚宝菩萨，那个心就像虚空一样，勤修布施啊，不疲不厌，所以有这个名号，能以高度的智慧、圆满的智慧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。这个菩萨就叫金刚热菩萨。
日是太阳啊，光明遍照啊，叫金刚日，也叫金刚光菩萨。还有一种人行菩萨道，无论什么人有了困难去向他求帮助，他是来者不拒，从来不会叫人失望。那么这就叫金刚床菩萨，将来我们在这个经上都看得到的。菩萨慈悲呀，真的是有求必应啊。那么另外有一种，像弥勒菩萨一样，布袋和尚一样，每一天表现得欢欢喜喜，以欢喜心接引大众，那这个菩萨就可以称为金刚笑菩萨，满面笑容啊，消除一切众生的忧悲苦恼。谚语里面说的是一笑解千愁啊，菩萨为我们实现了，能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当中丝毫不沾染，宗门的大德所谓的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粘身呐，表现这种形象来帮助一切众生的这金刚法菩萨。善用智慧，帮助众生断除烦恼，这就是金刚力菩萨。金刚比喻猛力，那么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。愿意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佛家里面说法轮常转，不疲不厌，哪个地方有众生请，他一定会到。那么这就是叫金刚音菩萨，常转法轮，无有疲厌，也叫做金刚转法轮菩萨。一如佛一样的无碍辩才，说法无为呀，这就是金刚语言菩萨。佛是以度众生为事业，我们常讲的如来家业，如来家的事业是什么？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如来家的事业通常也叫做佛寺，可是现在佛寺两个字
已经被大众曲解了，错解了。什么叫佛事？为死人念经超度叫佛事。这个诸位要记住，佛经里面看到佛事不是这个意思。佛事是觉悟众生之事，称为佛事。佛是觉悟的意思嘛，事就是事业嘛。所以佛事两个字，你从这个字义里面去解释，觉悟的事业，帮助自己觉悟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这些事才能称之为佛事。我们何当如来假业，把如来的事业我们承担起来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这是佛家的事业。那么这个称为金刚业菩萨。为什么菩萨都用金刚两个字呢？金刚是智慧，说明佛法的修学，智慧是根本啊，决定不能离开智慧，离开智慧就不是佛法了，离开智慧人迷了，有智慧你才会觉悟。坚定誓愿，譬如你发的四弘誓愿，你的愿心非常坚固，决定依照这个大愿去修学，一定的要满足这个大愿，这个菩萨是金刚护法菩萨了，也叫金刚加咒菩萨。有能力降服一切魔王外道，这就叫金刚月叉菩萨，也称为金刚牙菩萨。坚持诸佛所传的精要的法门，最重要的最精彩的法门，他能够坚持守住依教奉行，这叫金刚全菩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菩萨的名称确确实实是善巧方便建立的，哪有一定名词？在近代你看看弘一法师，弘一法师常常用文字跟大家结缘，他的书法好，他给人写字下面的落款那个自己的名字啊，是随时想的，没有一定的名字，统计他的名字恐怕有一两个个名字。他就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对一个人，对一桩事情，他就用一个名字，没有一定的，以名字来教化众生的，这个就叫了随顺便宜
而建立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经文，有十位菩萨，都名字都有一个普，所以叫同名菩萨，名号里都有一个普字，显示虚空法界的总相。总相里面的德相，这个含义我们要能够体会。任何一种德行，像我们刚才六说的，无论哪一种德行，都是尽虚空变法界。极小的善，不要认为善太小，极小的这个善行呢，也变虚空法界。小善如是啊，小恶也如是啊。不要认为小恶这没有关系啊，小恶也变虚空法界。所以古德这才劝我们，不要以为善小你不肯去做啊，不要认为恶小随便犯一点没有关系啊，你全搞错了啊。极小的善恶都变虚空法界，这个十普菩萨在此地先把这一桩事情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里明白了觉悟了，就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学习，如何修行，断小善，这个小恶，修小善，极小善就成大善，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么后面我们现在没念到，后面也有十位菩萨叫义名，每一尊菩萨的名号不一样，没有这个同名的。那么他们在此地代表什么呢？这个二十位菩萨是总代表啊，代表啊这个法界里的差别相。十普菩萨呢是代表法界里面的共同相。差别相里面有差别相的德相。总相也好，别相也好，诸位必须要知道是一个法界。那么这个十普菩萨里面，普是别中之总啊，别是种种之别，总别是一不是二啊，总义别义，在佛法里是这个讲法。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讲的很多，在这个经里面讲的特别清楚。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，他们是怎么修行成佛的？正道究竟圆满的
果德，怎么修的？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都是修普贤行成就的。所以很肯定地说，如果不修普贤行，就不能够圆成佛道。所以普贤行多么重要。普贤行怎么个修法？一定要有普贤心啊！普贤心是什么呢？尽虚空变法界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界限，没有彼此，没有人我。所以极小之善都变虚空法界，他怎么不证究竟圆满的佛果呢？普贤菩萨这代表总啊，自信的普德总相，总中有别，别中有总。在华严经里面，如果把前面十信位也算进去，51个菩萨，这51类啊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都是普贤菩萨。有初信位的普贤菩萨，有二性位的普贤菩萨，一直到等觉位的普贤菩萨，这就是说明总中有别。总中有别，51个位次不相同啊，界位不相同啊，但是每一位菩萨心都普。不同当中还有同，同中有不同，我们要体会这个意趣，然后才知道普贤行我们现在可以修啊。那么佛说华严对我们来讲就有切身的利益，真实的利益，不是说我们听了这个经太大太深了太高了啊，我们只有听听而已，做不到啊，得不到利益了，那我们何必学它？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，你就是华严会上的有缘人呐。华严会上十类之机，我们也必然是其中之一。否则的话，这个法会你怎么会遇到呢？同样住在新加坡，新加坡有300多万人，那些人为什么遇不到？你为什么偏偏遇到？总是有缘，有缘就来相会了。既然有缘呢，我们要珍惜这个缘。希望借这个缘在这一生当中有真实的成就。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把十位菩萨，这个十位菩萨摆在第一，将一名十位菩萨摆在第二，
其实一名是为菩萨，又何尝不是普贤菩萨呢？是普贤菩萨的差别相而已。那么下面我们简单呢，先介绍第一位上首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这两个字什么意思？清凉大师依据经论给我们做了几种啊介绍。第一种啊，是心体周边，这个叫普；随缘成德，这叫心。这是从字体上来说的。如果就这个讲法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普贤菩萨，我们也是啊。我们不修普贤行也是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从体上讲的，从自信本体上所说的，正是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，凡是有佛性的皆当作佛，这都是从性体上说的。诸佛如来他的性体周边法界，为什么周边法界？实在讲，法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呀。所变的法界无量无边的，能变的那怎么还会小呢？那绝对不会小嘛。佛在楞严会上比喻得很好啊。佛家我们能变的自信真心呢，比喻作太虚空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能够感触到的最大的就是太空了。虚空是最大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大了。许许多多的星球都在这个虚空里面。佛把这个虚空比喻作我们的真心，比喻作我们的本心，能变的。法界是所变的，所变的法界我们常讲尽虚空变法界，这个真心所变的法界，法界有多大呢？佛个比喻像太空当中的云彩一样。那我们晓得云彩跟虚空比，那差得太远了。佛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虚空法界在我们真心里面呢，就像太空里面的一片云彩一样，哪个大哪个小，这不是很清楚很了然了吗？诸佛如来的真心如是啊，菩萨真心也如是，我们凡夫乃至于畜生恶鬼地狱，哪一个众生的真心不如是呢？所以从这个上来讲呢，个个都有普的意思吧。随缘成德就叫贤呢。佛菩萨随境缘，做佛、做菩萨、做声闻、做缘觉，
成就他的德能。我们凡夫随染缘就变成六道，六道也有德也有能呢、那怎么不是仙呢？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，就是从自体方面来讲呢，是一切众生呢通通本来是普贤的。就跟这个大经里面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既然是本来成佛了，说你本来是普贤，这哪里过分呢？不过分呢。从自信性德上说，给诸位说，那我跟你讲，你本来是观音的，你本来是地藏的，这个话一点不过分的。你自信里头具足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一切诸佛菩萨的形象名号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自信圆满具足，丝毫不欠缺。从理上讲的，从心性上讲的，我们都是。那么然后你就要明白了，本来是，现在不是了。你要去找这个原因呢、现在为什么不是？本来你是神通广大的普贤菩萨，现在变成可怜的凡夫。我们找原因呢？原因找出来之后，把原因消除掉，我们自信普贤不就现前了吗？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讲得好啊，他说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。我们以他这一句话的原则来说，自性普贤本有啊，自性众生本无啊，本有，我们当然可以证得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成为普贤菩萨就有可能呢、这不是假的。那这个烦恼的众生，自性里头本来无啊，本来无的，当然可以断掉。于是我们那个断恶修善得到理论的依据了，超凡入圣的，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诸佛菩萨有这个理论依据，我们凡夫位也有这个理论依据，这个道理凡圣没有差别。只要我们认真发奋，回头觉悟了，怎么不能成普贤菩萨？普贤的第一个解释我们听了很欢喜啊，给我们修行正果带来了无比的信心啊，因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就做的。清凉第二个解释，那就是我们要用功了，从哪里下手啊？第二个解释，去迹无疑乐谱，
临极亚胜的月行。这个是就诸位普贤来说的，这个诸位从初发心，一直到十地菩萨，到法云地50个位次。我们今天发心，就是初发心的普贤菩萨，不是假的，也是真的。可是自己不要太显得骄傲，我是普贤菩萨，那就完了，你说吧，你完全迷惑颠倒了。你在这里听经，把意思全听错了。哪有个傲慢的普贤菩萨？没有啊。所以这四个字啊，要记住：取即无疑，取是委曲婉转啊，即是救济。我们现在有难呐。我们现在有什么难呢？我们有烦恼，我们有妄想，我们有执着，这个麻烦大了。这就是灾难。一定要委曲求全，要委曲去修学。学什么呢？学佛，学菩萨，学诸佛菩萨的发心，学诸佛菩萨的修行。这个修行，学他的生活，学他处世待人接物。从哪里学呢？经典上学啊，做人的道理，做事的道理，处事的道理，都在这部经上。这个经上讲的什么人生活工作处事待人的道理？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呢，存的是什么心？用什么样的态度处事待人接物？他的心跟我们的心不一样啊。他们的行跟我们的行也不一样啊。我们是轮回心。造的是轮回业，人家是菩提心呢，修的是菩萨心。我们如何转轮回心为菩萨心？转我们轮回业为菩萨业，这就是去即无疑了。前面讲过大菩萨的四种大，要记住啊。四种大里都有十大，长时间的修学，这不是短时间的，决定不退转。从初信位逐渐逐渐呢向上提升，升到法云地，这是50个阶级。好像念书啊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要念到50年级，
这才叫临机压胜。这不是大圣，大圣是佛，压胜是谁呢？等觉的普贤菩萨。等觉普贤菩萨称为压胜。化云地的菩萨呢，跟他就很接近了，做邻居了。在这个50个戒戒位当中，我们都要虚心学习。意义行全是普贤行。这意义行里面，我们很难抓住纲领啊，那修学就不方便了。普贤菩萨非常慈悲啊，将无量无边这个行法，修行的方法归纳为十大类，十条纲领，你好记，你好掌握住啊。这个十大纲领呢，就是本经著名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每一条里面无量无边的行法、修行方法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要与这十个纲领相应，你就真的修普贤行。真正修普贤行，你现在就是普贤菩萨。我们今天在此地开这个法会，与大家共同修学，实在讲，真正的目的不仅是希望同修们转凡入圣，真正是希望同修们转轮回心为菩提心，转轮回业为普贤菩萨事业。这个法会才真正殊胜到基础啊，必定感动的一切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呢，不仅保佑新加坡这个地区啊，保佑这个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消灾免难啊，真干就真有效应啊，虽有效应，不要鞠躬。你看众生这个灾难，我救他们点，我度点。你自己渡自己都渡不了，你还能救别人啊？那个心就不是普贤心啊，普贤心呢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啊。天天在做，念念在做，时时刻刻在做，绝不着相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，决定不鞠躬。我这样做应当这样做，众生得福我欢喜，一句话不要说，佛在经上教给我们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这个十大愿望要细说，就是全部的华严经。单说这个十条大意，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
德尊普贤这一段经文里面给大家详细介绍过。我们明白了之后啊，要真干了。从哪里转起呢？从改心转起。没有接触这个经典，我们起心动念还都为自己。还有个自己，学这部经之后啊，从今而后把为自己这个念头断掉，决定没有啊，转成什么呢？转成了为众生。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为众生，不是为我的，没有我。我今天吃饭为一切众生吃饭，穿衣为一切众生穿衣，没有自己吗？这个身呢，是帮助一切众生做事的工具嘛，你要维护这个工具吧。要为自己不需要这个身了，身你没有用处啊。所以这个身在这个世间是为佛工作的，为佛法工作，为一切众生工作的，把这个念头转过来。你看世间人为谁活的？为我自己活的啊，为儿女活的，为家亲眷属活的，他为谁活的？普贤菩萨这个示现的身是为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生活的。这个念头一转呢，就与普贤菩萨相应了。心转了，习气还没舍掉啊，慢慢来啊，所以这才有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啊，慢慢断习气啊。到登地的时候，大概习气差不多快断尽了。长时间的修学啊，起心动念，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佛法，念念与十大愿王相应，这个十愿，一愿里面就含摄一切愿，不是每一愿独立的，愿愿是连锁的，愿愿是交融的，融摄的啊，任何一愿里面都圆满具足一切愿，任何一行里面也圆满具足一切行门。我们要这样修行就对了。这个修行方法是所有菩萨行里面最殊胜的，真正的成佛之道啊！那么这是第二种说法。第三个说法，德州法界乐谱，智顺调善乐行。这个讲法是专指等觉普贤，我们又称当位普贤。在这个华严经里面，
帮助毗卢遮那佛教化这些菩萨，这一位普贤菩萨是等觉的普贤菩萨。德州法界，这个德简单的讲就是神谕愿里面有行，有实行，实行十波罗蜜，实愿跟实行是交叉的，也是圆融含摄的。每愿里面具足一切愿一切行，每一行里面也具足一切行一切愿，所以在德州法界至顺调善，至是到极处了，到顶头了。顺是什么呢？随顺的发现，与法性没有丝毫的违背也。在我们这个经里面，经题上讲的大方广，大是性体，方是性之相，广是性之作用。所有一切的行愿呢，都与大方广体相用相应而不相违，这叫智顺。诸位同修必须要晓得，我们起心动念就不顺了。何以故？佛在经上常讲，真心立念，你还有个念头，不相应啊。那好呢，你从今之后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把所有念头断掉了，相不相应？不相应。为什么不相应？那无想定啊。那你搞到四禅无想天去了，完全搞错了。那这个怎么办？起念头不对，不起念头又不对，怎么办？佛在此地教给我们，念而无念呢，无念而念就对了。给你说个老实话，有念跟无念是一就对了。这个事情可难了，好不好懂了？真不好懂。那念即无念，无念即念，这就对了。这个念叫正念啊，落在一边呢，都叫邪念啊。有念是邪念，无念也是邪念啊。有念落在妄想啊，无念落在无明啊。我们凡夫是很可怜的。起心动念不是落在妄想就是落在无明，总没有办法像菩萨那样。菩萨有定有慧呀，他保持得很稳啊，他行中道啊。所以一说翻风顺永远没有障碍，这是佛比喻从前行船一样。
从前翻船了，两岸呢，就是两边呢，有无两边呢？有边错了啊，无那一边也错了啊，这个河流不是一个直的，弯弯曲曲啊，你总是撞上滩岸了，你就行不通了。如何能永远保持在两岸的当中，那就要定要会了。保持在两岸当中，这叫中道，那就是菩萨所行的。所以要懂得什么叫念而无念。我们来粗说这个细说，没法子说，这个真的就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只能够粗说，诸位慢慢去体会。好在我们现在在初学嘛，念念利益众生，这是有念呐，决定没有一念念自己，这是无念呐。利益众生呢，也利益自己，那就错了。利益自己，我附带也利益众生，这都不是正道。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学，这个利念的意思很深很深，其深无底呀。初学就从这里下手，我们有念，念佛法，念众生；无念，没有念自己。不念自己的，一切享受；不念自己，一切的生死。这样才行啊。一切受用生死都舍掉了，这个念就清净。这叫无念啊。念佛法，念众生，就有与那个法性呢，有一点相应。一切众生，一切世界，是法性变现出来的吧？不是别的吗？《般若经》里面所谓的三轮体空，与这个有一些相应，说老实话，不能讲完全相应，可以说多分相应。对我们修学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修布施，修供养，修十大愿望，修十波罗蜜。或着相譬如布施，不着我相，不要想着我布施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也不能想着对方那些人，接受我的布施，他得到我多少好处了，那你就是有我相，有人相，还不忘我布施多少的钱财，多少的物品。你通通都着相了。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布施啊，不着我相，也不着接受的人相，也把布施的这些物品啊
忘得干干净净，这不要执着。自己这个心地永远保持清净平等，清净平等心就生智慧，就生正觉。这样就相应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两边不住啊。与诸佛菩萨同一中道，那么这是普贤菩萨这个名号啊，第三个解释。名字里面还有一个条，还有个善。至顺调善，说明他的善达到究竟圆满了，极小的善善行都变虚空法界，得周法界吧，纯善无我。生于一三业，没有丝毫的造作，自自然然与性德相应，至顺。中国古时候孔老夫子说他说他自己这个修养的功夫叫七十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有一点像至顺调善的味道。夫子是示现的人道，在人道里面到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也就是样样都能够称心如意而又合乎规矩。我们今天讲合情合理合法，随心所欲，自然能够合情合理合法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！这个是真真学问的，真智慧呀，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呀。人道里面呢，我们说至顺调善呢，可以。普贤菩萨是在等觉位。原教等觉位，那比夫子这个境界不知道要高多少倍，那不能比。我们从这个比喻的体会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是当位的普贤。第四个解释叫果无不穷乐谱。不舍阴门教贤，这个是讲古后的普贤，古是成佛啊，菩萨成了佛之后，有同学问了，为什么要成佛？成了佛以后干什么？成了佛之后啊，净虚空遍法界行菩萨道啊，这叫做叫
道家慈航，真正的叫尘缘再来了，尘缘再来这四个字的意思也是无尽的深广，成了佛之后再回头以菩萨身，以菩萨身就是种种身，这个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，无论他现什么身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无论现什么身都是菩萨身，观音菩萨示现童男童女那也是观音菩萨，示现的比丘比丘尼他也是观音菩萨，示现的居士长者还是不观音菩萨，无论示现什么样的身通通是菩萨了。于是我们晓得诸佛菩萨也遍满虚空法界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，果是讲果报，果报达到极处了，这叫菩萨，不舍因门，因是菩萨，从初发心到修行正果，换一句话说，普贤菩萨成佛之后，他教化众生的对象呢，圆满了。不但是十法界的众生，他通通要度啊！你一真法界里面，四十位法身大士，从圆教初住到发源地的菩萨，古后的普贤菩萨也要度他们了，也要帮助他们了。成佛之后，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哪个地方有情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应了，感应道教啊，丝毫不爽。那么诸位听到这些话了，别害怕了。哎呀，成佛之后事情这么多，算了，还是别成佛吧。那一天到晚不是太忙的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不累死了。我们凡夫听到这个，真的害怕了。你不晓得佛菩萨的境界，在这个时候与设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不会累的，你也不会觉得很忙，也不会觉得很累，为什么呢？自然的感应众生有心感，佛菩萨无心应，因为无心呢，所以他才无所不应，有心就做不到了，有心顶多你能应付一个人两个人，你不能应付尽虚空遍法界无心感应，无心为什么能感应呢？这是信德自信本能落实，
所以具足无量的智慧，同时能变化无量的身形，自自然然变化，不需要通过思考，没有思考。所以净虚空变法界应化度化众生，绝对没有疲倦，绝对不会有辛苦。如果你觉得还有疲倦还有辛苦，那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工作很多，你看我到处要去奔波去教化众生呢、那是凡夫心啊，那不是佛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菩萨永断妄想分别之处，他怎么会起心动念呢？无心而应，我们知道这个才叫得大自在。就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来说吧，那我们觉得释迦牟尼佛这讲经说法49年辛苦啊，每一天不是讲2个小时啊，每一天讲2个小时，49年所讲的东西有限的啊。在我们想象当中，释迦牟尼佛每一天讲经说法不会少过8个小时。那当时我们想着这个很累呀，要说这么多话啊，应付这么多人啊，来的人都是奇奇怪怪的人啊，奇奇怪怪的思想，奇奇怪怪的问题，释迦牟尼佛一个一个为他解答啊，一个一个帮助他断疑生信，那不是非常辛苦啊。真的，我们吃不消啊，一天讲8个钟点，谁能吃得消啊？可是佛在经上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没说一句话，没说一个字，谁要说佛讲经说法了，就谤佛啊。那这个话我们又听不懂。佛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说法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了。无说嘛就不累了吧，就没事了吧。他能到这个境界，他为什么能到这个境界呢？因为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我们为什么讲个几分钟就觉得累了？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。好，我讲这么多了，我应该累了，你累了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你看这个话，佛在经论上讲多少遍呢？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呢、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念头生的，所以你没有念头，一法不生。永嘉大师讲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觉是觉心立念，觉心没有念头，所以没有一法，空空无大千，大千世界也没有啊。所以梦里明明有6趣，梦是迷呀，迷的时候啊，变现出6道轮回，变现出10法界，觉了啊，10法界6道轮回都没有了。所以佛菩萨虽现身，
若未现身，虽说法若无说法，他才得真自在啊。那么成佛之后度化众生当然自在啊。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啊，那个时候度众生确确实实是度自己啊。如果你发心只度自己不度众生，你决定度不了自己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非常坚固，没有舍掉啊，你还有自他的分别，还有自他的执着，你怎么能成功？你的亏就吃大了啊！自己辛辛苦苦修行，修到最后不能成就，不知道毛病发生在哪里，都在一个自私自利，念念为自己，糟了啊！所以今天特别是华严经，特别是普贤法门，第一步就舍己为人啊，念念成就别人，把自己给忘掉，忘得干干净净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这么做法就相应了，就如法了啊，这么做法逐渐逐渐你就自在了，你就有定就有慧了啊。学菩萨行利他，真正是利自己啊。为什么呢？成就无上菩提，定慧都要在四相上修啊，离开四盘腿面壁修定，那个定里头一点功德都没有啊。华严经上这些菩萨们修定不是盘腿面壁啊，他到哪里修定的？这个世间什么样工作他都做，哪个地方人多他到哪里去做，他在工作里面修定。定是什么？定是不着相，不离开人群，不离开大众。现在讲啊，做义工啊，你看功德做义工，帮助大家做事情，修福啊，同时在这个里面修定，修定怎么修呢？很认真、很努力的精进在工作，不着工作的相，在工作里面。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修定，这定在这个里面修啊，这个定里头有功德了，不但有功德，定里头还有智慧啊。智慧是什么呢？智慧是一切事情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慧呀。所以你要晓得戒定慧是同时的，不是分作三个阶段了，戒就是福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修福啊，断恶修善啊。所以戒里头具足定慧，定里头具足戒慧，慧里头具足戒定，哪里是分开的？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，一多相容啊。普贤菩萨是这个修法的
我们今天学到了这种修行的本事，你在菩提道上进展就快速了。把它应用在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是上辈往生，那不可能是落在中下辈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是十报庄严土，不会在凡尘同居土，也不会在方便有余土。我们对于名号里的含义，如果不懂得，认识不清楚，不知道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修学上，这个经念的不就白念吗？成佛尚且不舍小善，不舍细行，何况我们现在在凡夫地，这要深深警惕啊！莫以善小而不为啊！清凉大师在解释普贤菩萨名号啊，给我们说了四种。我们在此地做个总结。本觉的普贤菩萨，这是我们常讲位中啊，正是普贤菩萨的这个地位。备知双运，这是菩萨的修学最圆满、最究竟的示范，给一切菩萨做好样子。这个十愿实行，愿里面有行，行里面有愿，悲里面有知，智里面有悲，悲是讲行，智是偏重在愿上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佛后普贤，道家慈航，他是功德已经圆满了，他能够回过头来示现菩萨身、声闻身、六道身，甚至于恶鬼地狱身，以他究竟圆满的智慧大慈大悲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跟行愿品末后每一愿总结上所说的穷未来际，无有疲厌。这种愿行，我们今天想用伟大两个字来赞叹，都没有办法来赞叹到啊！没有言语文字能够赞叹，不得已用个大字
新娘又告诉我，还有一个说法，一即一切叫普，一切即一叫显，这都是经上有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呢，是圆融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一法确确实实融摄一切法，一切法必定呢也融一法，一法也融一切法，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四事无碍的法界。所以第一位也立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是华严会上菩萨众里面的上首，这第一上首啊，他代表法门主，法门主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主修的课程啊，像我们在学校读书啊，有主修有选修的课程。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代表是主修的法门啊，这前面跟诸位说过了，设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都要修普贤行，不修普贤行决定不能够成究竟的佛果，可见的普贤行是所有一切菩萨主修的课程。那么在古人的这个注解里面讲，法门主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同时，它也是法界体。前面讲了。体性周遍，随缘成德嘛，这就是法界本体，从体现象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经体大方广三个字的意思。一切菩萨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佛经里面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是确实有这个数字，不是随便讲的，诸位去看佛学字典，看教程法术，确确实实一条一条给您列出来八万四千条。四弘誓愿里面那说的就更多了，法门无量啊，无量就不止八万四千了。三世诸佛修行成佛不是一个法门，个人修个人的法门都能成就，这是所谓是殊途同归。金刚经上所讲的法门平等无有差别，为什么是平等？每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，但是每一个法门到最后的阶段一定要跟普贤法门呢要会合，融合在普贤法门里面，他才能成佛，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。如果他的法门跟普贤法门也不能融合，他就成不了佛，他可以成菩萨，或者是可以成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、别教的佛，行。
成不了圆教的佛。如果要成圆教的佛，一定要跟普贤行会合。那么换一句话，跟普贤行一结合，所有一切法门通通是普贤行。这个理要懂啊，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白啊，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路子怎么个走法啊。这是成究竟圆满的佛道，成佛之道啊！啊，一切菩萨都成这个道路啊，证如来究竟的即果啊，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啊。我们细细去思维，细细去体会，菩提道上就不会走错路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